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每日生存影片嘅时间，今次咧就用机枪嘅攻略三大 boss， 咁当中咧都会附翻说明嘅，有咩值得注意啦，点样攻略佢哋，咁大家有多嘅机枪就终于有地方可以用啦。另外亦都好欢迎大家留言咧，下边讲下其实仲有啲咩内容你想睇关于呢个游戏嘅，或者仲有啲咩新嘢可以试下，因为始终呢个游戏而家内容更新得已经唔系太多啦，咁我暂时都冇咩可以再拍落去。咁另外咧，我都会尽量尝试做多啲唔同类型、唔同款式嘅手游嘅介绍又好啊，攻略又好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嘅频道。咁啊，如果呢个游戏再有更新咧，我都会再继续做嘅。OK， 咁啊，大家去片啦。最后再提多样嘢，咁啊，嚟紧咧，我决定想做多一啲嘅直播尝试一下。咁啊，可能系唔同游戏或者唔同平台啦。咁但系总之，如果有兴趣睇嘅话咧，咁啊，继续留意频道嘅通知。咁啊，系咁先，好去片。